今天我们将对三号点位进行巡逻，此次巡逻三个路线，第五二，我们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点到位，完成此次巡逻任务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哦，没事。哇，这么多蟒黄！血都吸满了，要不然。大家再找一找。袜子。蟒黄咬了容易感染，但简单已经说下去，简单处理一下。放心。